么的。哎呦，最近开头一直走音啊，不知道怎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神。相信你们今天看影片的标题哦，都知道今天我要做一个之前我都有做过的这个东西，就是在人家睡觉的时候拍一个 ASMR， 然后弄给他醒，弄给他不可以睡，弄到他可以讲讲啊。因为讲真的，在人哦睡觉的时候啊，被吵醒哦是很容易发脾气的。所以哦，等一下呢，我就有一个想法。之前我也弄过 DW， 也弄过 Mickey， 所以现在啊，我就来弄一个我最亲爱的妈妈。因为以前啊，我在睡觉的时候，她天天叫我其实哎读书咯，读书咯，读书咯。所以哦，这次我长大了啦，我就要来报仇，我就要弄到她起身，然后跟她讲，哎，起身哦，吃饭哦。而且哦，是在凌晨的时候，因为她明天会有做工嘛，所以哦，现在是晚上的10:30，我会跟 Mickey 去买一点零食先。买了零食过后哦，我们就会准备一切，等到妈妈睡觉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整。我很期待等下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 before 我的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帮我分享、订阅还有按赞，订阅、按赞、订阅、按赞，做了吗？做了吗？做了吗？给你们5秒时间。OK， 现在我们事不宜迟，马上开始 ，Let's go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 ，baby， 你要买什么？我要当妈咪，现在我声音就要来这边了，我觉得。哇，这个不可以跑，这个一定要，这是我以前小时候的回忆，来，必备。当然是我们不可以骚扰零食啦 ，OK。现在我有点喉咙痛，有点发烧，但是不可以。为了要配妈咪，我今天等到了，终于等到了她不会怀疑我的时候啊，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所以我要争取时间，要不然的话哦，我的配哦就排不成了，所以我要赶快排。我的道具，哪里？我的道具，哪里？去买了。哪里？这个吗 ？Christy Alice。OK， 可以，这个可以。Christy，Spring，Spring。你吵哎你。还有最重要的，一定要买水，这样才可以有那个声音。OK。你生病啊？这样我们喝健康一点的咯。这边有什么是比较健康的吗？大家？买 Hundred Plus 标冰的。哦，也是 OK。我要买这个还有 Ice Lemon Tea。OK。没有啦。妈的！不要。Ice Lemon Tea 不是汽水 OK。走起。要。OK， 我觉得够了。Let's go, guys！ 我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杯面。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缺少的一样东西。OK。OK, everybody， 现在我已经到家了。我没睡着了吗？会吵到他起身吗？现在啊，有起身的人啊，就是我 Mickey， 还有我妹妹吧，因为妹妹刚到家，然后我的妈妈已经睡着了，所以哦，我们的东西已经可以准备就绪了。OK， 知道吗？然后你们会不会很好奇我用的脚架是什么？来给你们介绍，我用的就是这个脚架。然后现在啊，我要去拿灯。OK，Follow、okay, me，Follow me。OK， 然后你们会很好奇啊，可能为什么妈妈会睡在妹妹的房间？因为哦，平时啊。有时候我妹妹还没有回的时候，我妈妈就会在妹妹的房间看 iPad、看电视，妹妹的床，然后她就会睡着。然后每次都是妹妹回到家，叫她起身回去她的房间的时候，她才会回去。所以哦，现在她在我房间呢，我就要弄给她醒。我妹妹在冲凉，希望等下不会妹妹被吵醒她先。所以我们现在开灯了，然后我们要准备吃我妈的东西，来，快点。Okay, ladies and gentlemen. We are now going to start our Earth Plan.Thank you.
重的哦。大声一点，大声！怎么你？这睡觉吵醒了。老爹了。啊！你们两个很饿啊，半夜吃零食的，这么爽的。你听到人讲话吗？啊？有声。嗯。是你记不住。这么想哦，如果在房间里面吃的，就要点了。现在哦，你们两个在吃东西。他好像小孩子哦。看什么看？在做什么？你们？在游泳啊！游泳啊！半夜在房间游泳啊！在梦游。哦，我们在梦游。他还不够胖啊！这么呛死！那天睡得好好，床就起身，可是我很难睡回去的。老了啊！是老了，你这么胖，不要吃到苦了，这么多东西。做你人身攻击我。快点吃了，你们睡觉了。太好吃了。不可能。其实啊，我们平时拍啊，我们至少要吃一个20分钟。我拍我妈妈啦，15分钟她就起来了。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快醒来的人，她一点点时间就会起身了啊。然后她起身够哦，她很难睡回来去了啊。吃到吃到，你看吃到牙齿就滑。我老喂，祝你人身攻击我！吵死人家了。现在才2点半了。OK， 如果你们喜欢这期影片的话，帮我分享、订阅还有按赞。这次的影片非常的成功，我妈妈吃了4分钟，哦不，我吃了4分钟，我妈妈就起来了。OK，before、okay, 这影片结束的时候，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有把那个电话送出去的画面，虽然是过了很久啊，但是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因为我要证明给你们看，我真的是有送了。而且那个电话哦，送出去真的是很麻烦，因为哦，只有一个公司肯把这个电话寄去沙拉瓦。我因为哦，沙拉瓦很麻烦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开来看，然后我又很担心那电话不见哦，所以哦。哎，下次我寄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要小心一点。然后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拍了的那时候我拿礼物去寄的画面 ，OK？ 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，Let's go。